儿歌《在一棵大的栗子树下》。这首歌的歌词呢，主要是在描写在一棵大的栗子树下，你和我一起快乐玩耍的情形。它呢，就要以带动唱的一个方式来呈现，很适合合家同乐，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做欣赏。大きな栗の木の下で来，我们可以跟着一起比哦。很棒哦，立明大哥比得很棒哦。来，我们一起动起来。我够注意吧？赵晨老师，来，你转过来，我们想看一下你背后背的什么。来，转过来，掌声鼓励。就是有这么贴心的老师，所以这个课这么受欢迎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第二首歌呢，也是青蛙的歌声，你能够听到吗？呱呱呱的叫。请大家听听看，欧洲的青蛙的叫声跟亚洲青蛙的叫声有什么不一样？而且呢，我们这次是要用重唱的方式，哇，这厉害耶，要跟歌谣翻媲美耶、所以呢，让这首歌呢变得更好玩跟更有趣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。Quack, quack, quack.